来，今天讲第四个保养，空滤，空气过滤器。来，型号在这里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进站三代的空滤，你自己买，虾皮90块，车行收350，还蛮可怕的。嗯。但是这里有一个要注意的事项，来给大家看。嗯，这一个地方啊，这里有一个点哦，嗯，是你自己可能猜不到的，嗯，除非你在这里烧一个洞，让它可以这样穿进去，嗯，哦，那不想下来了，现在怎么办？这个我建议你们第一次的话，我建议你第一次请车行帮你打开，然后那个螺丝就不要锁回去了。这样子你下一次就不用再去。可以动，因为你一开始你自己打不开的。嗯，是你现在要打开吗？我已经拆过了。好，很好。有那个螺丝。赞。好，这个螺丝哈，1、2、3、4、5的样子。哇，那么多。有点多，好，那慢慢来拆，一直往那边。哦，那么多。很棒。好。嗯，我手都转得开。对啊。代表真的很重。你自己锁的嘛？对，总比他把你锁到坏掉，然后你整组再拆掉，那不是更惨？哦，原来我已经进化到我只锁4颗螺丝而已。嗯。哦，看到了。这个跟大家分享哦。嗯。这个是10000，这个是10000公里的，都没有换。嗯。我个人在台中这个环境，我是觉得10000公里换一次就可以了。10000公里的脏污程度大概是这样，这个就要换了。嗯，对，这个换了会再车。啊，那正常是多久换一次？正常的话，车行会跟你讲，你大概5000就要去换。啊，好，我是觉得没有必要，这都是我个人的认知啊。车行一定跟你说5000就要换的，因为当然有你要那样换也是可以啊，爽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啊，我个人在使用，我都正常使用的话，我是觉得我这边10000就蛮干净的啊。他听说有一些住在粉尘比较多的地方，他会更快换，所以这因人而异，不是参考我的答案，嗯，是你自己要去看。我也有空滤吗？你也有。好。然后自己换90，车行换350。哦，好。新的旧的。哇。有没有？很好看、啊。差很多、哦。嗯。然后它这里有一个，看到有防水条啊，所以要记得不要掉出来。有吗？哦、有防水条，我们没有掉。好，这样子4颗螺丝而已。嗯。好，转回去。其实你可以擦一下。嗯。会比较好。那我现在就是只锁4颗了。嗯。我已经混到剩下4颗了。嗯、这个4颗 OK 了，跟大家分享、嗯、OK 没问题。保养结束了，好像一小时快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不知道。OK。很累。嗯。用了快1个小时做10件事情。其实你不拍照的话就比较快了啊。嗯，我觉得差没多少。这个是10000公里的轮子，后轮会有些磨耗，那这个状况我会继续骑，再骑一阵子，等到这个快看不见，再来换。好，开了。10000公里之后的前轮差很多、哦、嗯，这个深很多，所以这个通常都是20000才来换一次，嗯，所以10000就是不谈这个部分，嗯，好，恐龙啊，恐龙耐高温喷漆，嗯，这个很重要，嗯，然后大概台湾因为太容易下雨了，所以应该是5000-6000注意一下，那时候这边10000公里再看一次，嗯，来看，又开始了。又开始生锈了，我比你多啊，我知道，那很夸张啊。嗯，好，那我就稍微喷一下了。嗯，嗯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专业？为什么？不知道啊，你现在可以这种，然后帮他爬化妆一样哎。这有什么好专业的？就是你觉得像他跟他化妆啊，就是不希望他氧化坏掉而已。这什么专业的？这很悲哀啊，台湾就这样。
bling bling。啊，他做了四件事嘛，用一个小时，然后机油的话自己换90，车行250票，然后齿轮油是车行可能80，你自己换25，然后那个传动海绵，你把它弹一弹就干净了，所以不用换，所以是150对零元，然后除非破掉了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，刚刚最后那个空滤，传动空滤的话，那个空滤是350，车行换，自己下皮买90元，嗯，差蛮多的哦。嗯，加自己一个小时的工作168块的工资，那还是差很多啊。啊，对啊对啊 ，OK OK， 这个是目前的一个状况。好，那其实10000公里的话，还有火星山要换，火星山因为太便宜了，车行只收我150而已，原厂150。所以我这种150我就不自己拆了，因为太轻松就可以拥有，这个我就不会自己换。那最后呢，可能还有一个东西要给车厂换，就是轮子，但是我轮子看起来还可以用，所以就暂时没有换。这只是我跟大家分享我50000多的更换心得是这些。那之后有什么新的追加的，或者到车厂去换的，也来拍给大家看。就这样了。